我的热熔枪不能用了，他的头断掉。为什么那么难？再也不会做这种丑事。OK， 所以今天呢，我要做的就是 ，Oh my god！ 我刚闻到我自己放屁的声音，味道好臭 ！Oh my god！ 所以呢，我要来做一个史莱姆的制造器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木皮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很弱。Anyways， 我看到网上就是有一个叫波妞、蜜妞，不是那个叫什么名，有一个妞妞，他就做好一个 video， 然后他的妈妈就给了他一个史莱姆制作器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今天也要来做一个，哈哈，啦啦啦啦啦。做到我可以做的东西。现在首先呢，我要先弄这些。我怕我弄很久，所以我要放在桌子。我觉得我要垫一个在下面。那如果这个桌子烂掉的话，我会死掉。现在我们就有几块木皮这样的东西啦。可是呢，它的教程好像是没有教我要多少 cm。我大概了解了它的意思，所以呢，他讲还有一块22 cm 的木板，对吧？22 cm 的木板，对吧？他没有跟我讲它长度要多少啊？为什么那么难？我一定要挑战成功！我一定要挑战成功！I'm not okay. Okay, 现在呢，就是要把 我要讲什么？说明那边根本就没有讲到多少 cm 多少 cm， 所以我就昨天就买了三个 bottle 装这些下去了，因为我就打算，因为它里面有讲有一个 anyways， 反正就是要装进去。不明白他的 video 想要讲什么。我的热熔枪不能用了，他的头断掉。我到底可以有多倒霉才会发生这种事情？不能到一千年以后。所以呢，我就买了新的 hot glue gun。我用 0.01 秒的速度去买，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故事。刚我去 DIY 的时候，然后我就找不到 hot glue gun， 然后呢，店员就跟我讲。哦，没有卖了 hot gun， 没有 stock， 我就跑去凯森，凯森也是跟我讲，他们没有卖 hot gun， 然后叫我去 DIY 买，可是 DIY 是没有货，可是我在下面的 like 星星数据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找到一模一样的，呀、yeah ，来吧。嗯、好快啊，一下子就不粘了 ，Oh my god！ 现在我到现在我不问我自己做对不对，我就是做爆，来、like ，要放这个在下面，然后 OK， 我知道你们没有兴趣听，所以我就不要讲了。
OK， 所以呢，要把这个木还有这个木上面、下面。现在我已经做到来晚上八点，然后我妈准备要回家了，因为这里不是我的家，所以。哎，不是我的家，哎，有一些人 ，Oh my god， 我每次都是这个样子，oh anyway， 菜是很丑，反正呢，就是我看到有人问，就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在原本的家继续拍影片了，然后啊。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所以呢，我们之后的 Q&A 我会回答你们啊，所以。Oh. 所以呢，我还做到一半而已，我做到三分钟吧，这个 video 有六分钟。这个影片最好是收视率给我爆爆，不然的话我会再也不会做这种挑战，来，再也不会做这种挑战。摄像短暂吗？我已经很多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我超饿，现在我可是我又还没做好，不能吃东西。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可不可以玩这个东西，真的超辛苦弄的 ，Oh my god！ 好，第一个关口，看到我整个青筋都爆出来，就代表这个东西其实是根本都挤不到了。无论我 try 多少次，都是超难挤，可能要短一点。我这个盖子本身就超级无敌难按。是要很大力很大力才会把胶水按出来，所以呢啊，超级无敌大力的，可能因为是胶水吧啊，是失败了吗？哦，有了吗？有了有了，那呢我们就搅拌一下，然后再到下一个工程。我们不要管了，我刚刚放了盆洒水进去，我们先。所以我们史莱姆成型了，耶！管理电很像很差，这样是真的差。可是 ，anyways， 现在呢，开始粘着我的手了。现在呢，我们就要加这些。我现在头发潮了，我整个撒泼这样。But anyways， 本来我还想介绍我姐姐跟我一起玩的，可是还是算了吧。